现在在新北市美术馆，耶、yeah! ！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开放了，主要是外面有一些艺术，那叫什么？装置艺术。主要是他们外面有一些装置艺术，然后今天是一个艺术节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想就来看看。不过他们这边目前是馆内是还没有开放的。然后呢，要过来的话呢，现在就是可以搭火车，要不然就是搭捷运，然后再转公车来到这边。不过呢，之后三线就会直接到美术馆的门口，所以之后等他们落成，一切都完成之后，应该就会很好抵达吧。然后这边开车也还蛮方便的，有很多停车场，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看。就这样，带动像工厂的地方，这个就是了吗？那个很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对，那可以爬的，好像爬得上去。到啦，感觉很适合放风筝哎、欸。对，回呀回呀，很像是一个大峡谷的感觉。那面包里面不是可颂。感觉很像蚂蚁耶、欸，住在自己的窝里，俯瞰这一切。我就是蚂蚁本人 ，Marie Anne。嗯 ，Great spot，Great spot。哎，这样看得到101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Look at， 暴雨来袭击，回不去的 memory。我们要往下一个地方前进喽。歌手刘思荣也要灵性歌声。按赞订阅哦！我是西考者。艺术街坊在哪里？这边。没有很多展区，都是一间一间小小的，所以你可以分开来做不同的展览，你也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主题的展览。然后你甚至也可以拿来当商店啊、员工的休息室啊什么的，所以其实这边的利用方式还蛮多的。然后上面就很像迷宫一样，很像萨尔达要破关的时候要走的一些路。有一个工作方的空间。下雨嘞 ！Oh no， 下大暴雨，怎么办？很快就到了耶，可以坐火车来哦。好啦，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回家了，拜拜。